为什么当律师？您是尹先生吧？是我刚才给您发的信息。哦，郑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带你们去吧。啊。哎，找这个人钱能报销吗？我给你报。拐弯就到了。啊。这边走。哎，跟我来啊！啊。不远了啊。 啊，往这儿拐。这边走。哦。来，上楼。 这位是徐女士，新加坡华侨刚刚回国的，那批订单就是她订的。她的中文不是很好，表达不是很流利，但是能听懂一些，所以我来帮她做翻译的。She is my auntie。我是她表姨。啊，嗯啊，就是这里。你看看这里，像这样的店啊，这个附近啊有30多家。 你们这么着急的要约我呢，我就只好带你们到这儿来。是，确实有点着急。之前给您发过图片，还有型号的，您看一下。这样的鞋我们订500双样品，因为着急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到您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订购。但是我们想知道，到底多久能拿到货？500双，3天吧。是给你们寄过来呢，还是你们自己来取呢？ 3天，嗯 ，That's great 啊！说3天太好了 ，Very good。您看看这个鞋，它的鞋面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？还有，它的鞋底、鞋垫，啊，涉及到多少种工艺？您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这种鞋子啊，做起来很麻烦的，是国外的大品牌嘛，不可能在这里做啊。你放心。 我们其他地方有工厂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哦，徐女士的意思是，您就是一个中介商，应该不会做鞋。Agent 要赚钱，我是明白的啦。但是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 Plan Manager。就是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呀。如果你们不相信啊，就算了。哎，尹先生，别算了呀，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，不是我们都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任嘛，对不对？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安排一下，啊，去工厂看看，见一见负责人，最好呢是懂生产的负责人。 只要你们工厂能够及时的把这批货生产出来，我们当时就可以拍板成交的。I don't think this unreasonable. Oh my god. Oh, it's normal. 徐女士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要求她觉得并不过分。Yeah. 啊，什么什么？这样，您这边请。 我们也不能让您白干，对不对？白白浪费您的时间。这样啊，您呢出个价，就当是您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劳务费。OK， 没问题。行。 那么，我先跟工厂确定一下时间。工厂离这儿很远，我开车带你们去。那就得辛苦您跑一趟了。Thank you， 到时候等您消息啊。行，就这样啊。嗯。您好，你好，欢迎两位。我在携程网上预定了一个房间。好的。 请出示证件。嗯，谢谢。二位预定的是我们房间的标间。标间？咱俩又住一起啊？你非要住5星级酒店，这一个标间的价格就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了。那我自己出去。哎，可以帮我看看能换成2个人的单人间吗？抱歉，小姐。 这几天我们房间已经满了。抱歉，大小姐，将就吧。这是2位的房卡，谢谢。缘分呐，我走吧。哎呀，你要睡哪张床，自己选啊。我还有的选吗？嗯。哎，有消息了。尹先生说明天下午4点带我们去工厂。 啊，好，哎呀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在忙吗？ 收拾东西呢。我尽快处理完工作就回去。回去见。来了，嗨！哦，你来了，来来。你不是要回去几天吗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会往回带的，我就去给你买了些。这个是长白山人参，啊，这个是我奶特意做的，正宗的大板筋，特别好吃。哎呀，带回去让你们大静海人尝尝我们东北特产。其实不用这么客气，这静海啊，想买什么都有。那能一样吗？这是我心意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给你闺女的。我看现在小孩好像都喜欢这个，我侄子就特喜欢。这个多少钱啊？我转给你。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个肯定很贵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呢？我乐意，只要咱闺女喜欢，我就高兴。那行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礼物。行啊，哎，那我能选吗？可以啊。我想吃阿姨做的腌咸菜，特别好吃。哎呀，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。谢谢啊。 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回去一路平安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记得吃。会不会是跳门啊？啊！上车吧。还有多久啊？很快就到了，前面就是。好。啊，在这儿。啊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就是蔡总。啊，你好，蔡总。你好，你好。 是徐总和表姨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是表姨。哦，好好，这是徐总。好，请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包装车间，我们的生产车间呢在3楼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。啊，好的。二位请随便看一下。哎，雅典的鞋。 二位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规模，3天500双鞋的订单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小 case 啊。我们要是接到大的订单呢，我们就拿到楼上的主车间去生产。那蔡总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business partner。嗯，徐女士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 Yeah. 有钱大家一块赚。哦，嗨。但是啊，我们在国内啊有稳定的销售渠道，不想太冒险的拓展。 啊，这徐总对国内的市场不是太了解啊。蔡总，我在日本、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有渠道的，加起来所有的需求量是你的3倍。蔡总，我看你特别会做生意，生意也做得那么好，你应该知道的啊。对于赚钱来说 ，the important is economic skill。如果想赚大钱，必须扩大经济规模。呀，好吧，经济规模得扩大。哎，蔡总，您看看这个鞋。 这一款是亚甸现在最火的一双鞋，所以 Can you make it？ 您能做吗？嗯，这没问题呀、啊，这就是我们做的产品呀、啊。你们要多少？How many？你能做多少，我们就能卖多少。It's your call。啊，听您的。嗯，你决定。啊，蔡总啊，我吧说的不是特别专业，我就想请教你们。 做这样的鞋，最关键的是不是要取得高比例的原材料？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就好。那我们如果定10万双，你们能做出来吗？10万双，10万双。哎呀，这10万双，别让我琢磨琢磨。嗯，给我多长时间？1个月啊？No， 徐女士是说给您1天时间考虑。嗯，1天。 行，那明天等你的答复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哎喂，你好，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啊。啊，我们有请你们实验室呢，帮我们检验2双亚颠运动鞋的用料来源。对对对，这个报告我看过了，我就是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，这个报告它肯定没有什么误差是吧？啊，对，这个报告表保证没有误差。哦，谢谢啊。 师傅，陈冉跟许杰去福门了，费莱因的假钱案也在福门，是不是李主任派他们去跟费莱因对接去了？福门不仅仅只有一个客户，我想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。他是主任，他有他的想法。不是师傅，我在费莱因这个案子上下了多少功夫，您最清楚了。要是被陈冉截胡了，白宁，如果你想做高火的话，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，好吗？ 那您看看这个吧，这是我之前找到一个鉴定实验室，我让他们检验1真1假2双亚颠运动鞋的材料来源。鉴定报告显示，这2双鞋的材料都是来自于福门，并且都是飞来英上下厂商提供的。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李主任，啊，陈冉跟许杰就去了福门。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？飞来英这个客户是由我们俩来负责的，如果真的查出了他是在做假鞋的话，我想李主任是不会 让我们俩来处理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就静观其变吧，好吗？行，那我先回去。啊，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。 亚颠这边最近在国内有什么动作吗？来啊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啊，来赶紧做。有一个外省的客户啊，找我订10万双。姓蔡的决定不了产量规模，他背后一定还有老板。当然了。 你看，所以这才是幕后老板。哎，万董您好，我是白宁。啊，万董，那个飞来英商城 App 上个月的销量情况你关注过没有？啊，我看过了，还可以。白律师，我知道，到了分成的点了，是吧？我会通知财务的啊，你放心。这个真不是，我可不是来催款的，这个我肯定放心，万董。好，那你还有其他事儿？ 啊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陈冉他最近去福门了，他是帮国际品牌在福门找代加工的工厂，找代工啊？啊，哦，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啊。是啊，他没去找你吗？没有啊，这样吧，你告诉他，如果他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，我随时随地帮他，好吧？啊，行行行。 那我问问他什么情况啊，然后再跟您说。好，哎，好嘞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没怎么就不能找你出来聚聚了啊？真的啊，你真的有点重色轻友。不是，我以为律所喊我回去，你有大案子要给我呢。唉，许杰呢？去福门了呀？啊？那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儿去啊？正好可以帮帮他处理一下大案子。陈律师陪他去的。奔着飞来英去的？我不知道。跟我装是不是？跟我装？哎呦，这个事儿要是你不知道的话，就太不合理了。 飞来英是我们俩谈成的，对吧？说实话，我不害怕大家公平竞争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明着抢就有点过分了。再说了，你跟许杰这个关系，他多多少少应该给你留点情面吧。哎呀，白律师你放心，许律师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抢案子的，说不定是主任给他呢，对吧？主任，提主任、李主任，你跟李主任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之前那个事儿不都说是个误会吗？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呗。你们俩现在僵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？师徒一场的，没必要吧？你作为徒弟，你就应该主动一点，跟他赔礼道歉。哎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你不会是想等着他过来给你找个台阶下吧？这个事情，我还是先不跟他说吧。真是服了你。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这么不好面对的，聊聊呗，多大个事儿啊！师傅，我来明堂1年了，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，争取早日转正。已有的核心案件，大部分都是冲着指定律师来的。 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，都是在办案。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帮你办的。这不是宋大律师吗？你干嘛呀？宋兄，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，现在刚刚转正。我错了，师傅。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，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。 你需要清醒几天，暂时停止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你师傅真不地道。这要是在成泰，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。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，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。谢侯主任，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。 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啊？我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是真爱，放手！你俩是真爱？你告诉我，你和李公明真爱，我还相信一点。喂，师傅。 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请您吃个饭。酒就不喝了，下午还得上班呢。啊，师傅。 之前那件事是我鲁莽了，干嘛呢？这套是跟谁学的呀？师傅，你也知道我是一时冲动，我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您看您能不能跟律协说一下，取消对我的处罚呀？宋兄啊，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，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。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，在你未来的道路上，一直警醒你不是件坏事儿。如果小事侥幸过去了，积少成多，那就是大事了。别喝了，谢谢您对我的教诲。怎么，有怨气？ 师傅，我一直特别敬重你，而且我特别想得到您的认可，但是我发现，得到您的认可太难了。接着说。 我收到了成泰的入职通知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我从毕业就进入了明堂，对您、对明堂都有很深的情感，但是。 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，有很多事情我都懂。年轻的时候看到机会，他们都会行动，也都会意气用事。但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，时代变了，人也变了，而且你们现在的竞争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激烈。明堂、成泰、静海的所有律所都是一样，有诱惑，也有挑战。 最重要的是，看你有没有准备好。知道了，谢谢师傅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不便发表任何意见。或许你想走的路。 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我李公明不会压制任何人，也不会阻碍你的任何发展。万等的鸿门宴开始了吗？马上开始了，你那边呢？我在停车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能找到昨天拍下来的那辆车。好的，你一定注意安全，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，等我一起啊。你别操心我了，你这个项庄可得好好舞，别露馅了。放心吧，只要目的是好的，你的陈律师也会好好撒谎的。 万董，进，这边请，谢谢。万董，哎呦，陈律师，您好，打扰您了。快请坐。嗯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到福门来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，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？怎么好意思呢？怎么不好意思啊？ 明堂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，咱们早就是朋友了。以后来福门，一定要说一声啊！谢谢，一定谢谢万董。哎，我听白宁说啊，你来福门是找代工？啊，对，这次来呢是因为有一家外国的运动鞋品牌，想在福门找一家代工工厂，托关系呢找到了李主任，李主任就委托给了我，让我先来福门考察一下。 哦，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嗨，不瞒您说，上次吧，是因为我的原因，害得费莱因和我们明堂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差点就散了。多亏了李主任和唐主任他们及时救场，才挽回了局面。我哪还有脸来见您呢？更别说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。您这话见外了啊！哎，万董，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，飞来因代工的国外品牌在市场上有过造假的情况吗？造假？啊，据我所知没有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是先想了解一下咱们国内的市场状况。哦，来喝茶。好好好。 师傅，哎，我刚刚下车的时候，包不小心刮到了C24116的车，哎，您能帮我查一下车主是谁吗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查查。哎，麻烦了。哦，那是车间经理陈硕的车，我跟他联系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 喂，陈经理啊，刚才有位女士把你的车给刮了，您下来处理一下吧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哎，我刚才跟万董了解了一下情况啊，他好像真的不知道造假的事情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查到了，那个叫陈硕的人是飞来因车间经理。我现在还有一条线索要调查，结束我给你电话。好吧。 随时联系啊！我想你。哎，只有你？你的翻译呢？他今天有事情。哎呦，那你说那英文我完全听不懂啊！放心啦，蔡总，我完全没有问题的。 你们也是在做亚颠的鞋，那是啊，啊我们呢什么鞋都接，小单呢小作坊来做，大单呢大总来做。啊 ，OK。你啊，我知道你大老远来一趟福门不太容易，那我就直说了啊，这个单子我们接了。 但是我们要占分成的70%。70%？嗯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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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可能不可能。Money， 你们拿走了，风险我的。不可能不可能。我可不是那个不懂装懂的尹先生，被你们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就问怂了。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，拆鞋店、缝长膘，我什么事儿都干。 现在福门有多少人，有多少货，我心里清清楚楚。这个单子，我说能做，那就一定能做。再说了，福门这地儿也只有我能做，我也不怕给你透底啊。你这个鞋，在我们福门这个地方，只有一家叫飞来因的厂在做代工，对吧？ 厂里我有熟人啊，而且啊，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，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。说白了，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，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啊。那这样，你4，我6 ，OK？ 哦，对了，我对你上次说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的那个订单，我比较感兴趣啊，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这样，我同意降到65%。如果你觉得行呢，那咱们就接着合作；如果不行呢，请出门右转。OK，deal。还没决定，真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。老黄这人多惜才啊！成泰的 offer 收到了吧？嗯，是不是比明堂的条件好多了？你不要总想着李公明给你画的那些饼，真正吃到嘴里的才是最真实的。现在这时候，谁给你的酬资高，谁才是真正的欣赏你，才是真正的对你好。 干咱们这行，不就是讲究个人脉吗？甭管明面上师傅是谁，不手把手带你分案源，没个3、5年是出不了头的。汪律师，这么巧你也在？孙律师，啊，这位是宋修，见过吧？见过吧。之前的事儿呢，过了。我呢，对事儿不对人，自罚一个。 孙律师，上回婚礼上动静闹得可够大的，怎么着？有故事？故事确实有过，也许以后还会有呢。那一巴掌还没把你打退啊？你这是准备牡丹花下死啊？看这手劲儿，怕是食人花吧？我和你们说，女人对于你的爱和恨是成正比的。我以前确实对不住她，我现在要弥补。 不过说实话啊，那张照片上的男主角是不是你？你打住！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，别是最近啊！你打住！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我是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不过女人嘛，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欲擒故纵的小心思，我们还是要配合的嘛。哈，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。这宋律师啊，以后没准跟咱就同一屋檐下了啊！对，不如提前庆祝一下吧。好啊，来来来。 来，给我饮，敏感敏感，来来来，先喝。我也不怕跟你透题。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，只有飞来阴一家厂在做代工，对吧？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交给李主任啊？你也知道的，李主任也想拿下亚电这个合作，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呀？那是因为飞来英也是明堂的大客户，他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拿下亚电，就算失败了，也不会牵连到他，弄得他两边不是人。嗯，不想试试啊？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拿下亚电这个大客户，那明堂在静海律师界就能如日中天了。你们一家也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。OK， 我去跑步了，你好好想想。喂，在哪儿？秀秀，怎么不打？ 一声招呼就来了，想我啦？没有啊。那你来干嘛？看海。哦，那你自己看海。哎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恋爱呢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我知道啊。那你呢？我也很爱你。 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事啊。那你就打算一直这么抱着？我想你了，我是孙哲伟。 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哼，别骗我了。刚才你还好好的呢，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我的小星星了。可能是太累了。 你说师傅要是不让我回明堂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李主任无非就是觉得你刚转正就出事了，他就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免以后呢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